传说 KLM262 最好的平替，又又正义脚印，挤杀都可以局长。就在前几天，本行浅浅的试水了几发 MK2 的转盘，刚好也是拿到了一把改模的 KLM262 荷鲁斯之眼。不得不说，就从这个建模来看，本局的传说瞬间不香了。而且这个机瞄吧，有没有可能是策划大大想让局带个独头弹当208档？当然了，老规矩，局长配装。不说不说，这套配装都快算作捐款统一赔钱了，才没有大改动钱，262就这么配。使用这套配装的 KLM262 荷鲁斯之眼，无论是在打击感还是转火时的流畅度，都能算得上是丝般顺滑。搭配快速治疗、迅速回复芯片与急停、剪刀跳等实用身法，排位中依然是那个最亮的仔优。当然，因为是转盘中的皮肤，本局的建议也就是两发试试水。如果欧出来了，自然是传说皮最好的平替，没出也千万不能上头，千万不能上头呀！现在是正片时间，粉丝无人的海域留言：局长，关注你36个月了，能让我上个片尾吗？虽然，但是，可我第一次发视频是在2020年10月19日啊，还没有36个月啊，铁汁。